家好，我现在要做一个非常不可能的任务，不是不可能任务，是我时常做的任务。就在我们在读书的时候，看到没有，有的时候真的会读到很闲，然后我们要做什么呢？很简单，跟着我来吧。大家现在可以看到，碰他正在专心的看着电脑，嘿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啦。哎，上一个 mission fail， 但是没关系，我们还有第二次，嘿嘿，这次一定是可以成功的，相信我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呢，碰他正在一边专心的在看戏，一边呢在忙着穿着他的衣服。不要紧，我们再过五分钟过后再继续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，碰他正在专心的抄着字，然后在一边抄功课一边在看戏，是时候该出手了。